通过游戏感受另一个世界。哎，大家好啊，我们这是最后一期的塞尔达的织梦岛的攻略视频了啊，这一期就直接是结局了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隐藏迷宫，哎，隐藏迷宫的话我们会到时候说啊，先把这个主线剧情做完了以后，我们会去做这个隐藏迷宫。然后进到隐藏迷宫的话是一个弹之迷宫啊，这弹之迷不是最后的迷宫是一个弹之迷宫。这弹之迷宫的话解法是在我们曾经拿到的一个镜片上，在图书馆里面的一本书上看到的。如果大家没有这本书没有去看的话也可以，我会把这个行走的方法放到这个视频的旁边，到时候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走就可以了。我们往上走就是丰腴的蛋了啊，哎，这个蛋好大。第一次录的时候别人说，哎，这不是要吸的岛吗？要吸的那个蛋吗？啊，确实是要吸的蛋啊，很像任天堂家出的蛋都长一个样。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哈，我们应该再稍微再往上一点再吹，哎，稍微往上一点再吹。好，我们八进乐器。好，我们现在往里面走啊。啊，不，猫头鹰又来了，我们听他说什么。好，让我们进蛋里面，我们就进蛋里面。哎，这个蛋之回廊的话大家先往前面走啊，这个圣蛋啊，先往前面走，从这儿直接掉下去。哎，下面感觉跟星空一样，掉下去了以后直接往前，然后大家在右下角可以看到这个解法啊，先走左边，左，哎，左，再往左走，一共走四个左啊，然后再往上，再往右，再往上啊，最后一次再往上。哎，我们这个迷宫就算解完了。哎，这里直接跳下去就行。好，这个是迷宫梦之鱼里边的飞鱼吧，飞鱼里边的那个做梦啊，这些是噩梦侵占了他的梦境。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把他的这些噩梦给清除掉，清除掉了以后他就会复活，复活了以后这个织梦岛就不见了。好，我们这里使用这个魔法药粉啊，他往我们这边跳，我们稍微往后退一退，然后再撒啊，大概四下左右。这个 boss 比较难打啊，因为它有多种形态啊，我们每一种形态要有不同的打法。哎，这个的话就是用，不是用盾哈，不是用盾挡，是用盾来了以后，用剑打回去。哎呀，这个没有打准啊。哎，我们应该是打四下，它有两种方法啊，一种是。这种啊，这种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打回去的，必是躲开它。它会随机放一个红色的，或者是一个像刚刚一个这种啊，所以说大家要根据声音来判断。哎，第二下，
这里打歪了啊。这个其实很不好打，经常容易打歪。哎，我们还是要躲。最后一个 boss 了，大家有很多东西啊，不用怕啊，第三下不用怕。哎，几乎是死不了，我认为是几乎死不了。哎呀，怎么又是这种球？好，哎呦，失败了，失败了啊！好，最后一下，我们把它打死。这个我们以前长尾大空洞里面的第一个迷宫的 boss 打板啊，就打后边的尾巴，后面的话它会转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啊！找准机会打就行。我发现我们的剑怎么这么短呢？好，这是第三个形态，我们也打完了，它将进入第四个形态。这个形态我认为是一个很不好打的形态啊，这个形态的攻击的频率很低啊，大部分是在躲。好，躲开这个蝙蝠啊，然后等躲开蝙蝠了之后，他会把这个丢出来，丢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攻击它呢？我们冲刺，我们只能冲刺攻击它啊，你平 A 它是打不到任何伤害的。这边继续躲，哎呀，我这里尴尬了啊，出不去了。这里攻击有判定有个问题啊，我在这里冲刺的话，他判定是打在这个转盘上的啊，他的武器上的，没有打到他身上啊，所以我们只能再等下一回合了。哎呀，这里有个问题啊，怎么直接撞上来以后是受伤呢？我以为会直接撞到他身上呢。哎，这个样子啊，我们复活了以后直接再进行突刺就把它打死了。这个怎么打呢？这个要蓄力打，蓄力打，哎，蓄力打，哎，这个样子，一边蓄力一边摇一边走动啊，这样基本上你蓄满力了，它正好就在你的剑围的攻击范围之内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比较很好打，这个我们用法杖打他，哎，一个跳跃一个法杖，等他睁眼用法杖打，等他睁眼的时候用法杖打就行。然后来了咱们就一起跳啊，跳一下。哎，就这么跳就行啊，你可以一直放啊。好，继续跳。哎呀，我发现我在跟他拼血，我都没有看我受伤了，我就看我攻击到他了，我发现我跟他拼血啊。好，这我们最后的一个 boss 就打完了，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看到对应的结局了啊，大家可以慢慢欣赏一下这个对应的结局。
好，那我们这一期这一期的游戏攻略就算到这里了啊，祝大家玩的开心。哎，我是狗哥，我们以后再见了，拜拜。